们顺利到达沙特的吉达机场，乘坐高铁去往麦加。Let's go。我们到达了所谓的这个酒店，开始办理这个入住手续。这次我们是一共有三位同事住一间房间，主要是这个哈吉期间的酒店资源非常紧张。我们现在先去吃一个晚饭。这个是我们华为的备件。从外面。今天晚上他们会住在这里，然后直到明天早上太阳升起之前，他们将会从这儿出发，然后一直沿着这条路去往阿尔法特山。我们今天晚上会随着这个保障团队连夜前往这个阿尔法特山，做好提前的准备工作。现在是早上10点钟，但是我感觉温度已经快超过45摄氏度了。